该。呸！该不该？给我！救我！阿弟，我怕你不接。皇上，您可得保重龙体啊！荀宽老爷，救命啊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不是黑天吗？哎呀，带走！哎，荀宽老，你听我说，哎，哎，干什么？皇上跟王师傅、张师傅在研究洋务呢，您得先候着啊。洋务怎么样？天没边，海没底，太伟大了。拜拜。Oh no no, next one please. Yeah.这几位都是这儿的红姑娘，有出条子的，还有站门子的，都齐了。哦，那个大琴啊，刚梳了头。梳头？梳什么头啊？到上海就叫点大蜡烛的。哦，那。